条船，这条船起航于1921年，上百年的航程该有多么远，越过多少激流，多少险滩。世界是浩瀚的海，您是一条船，这条船正开向新的100年。未来的航程不管有多远，中华巨轮要航行在天地间。向新的100年，未来的航程不管有多远，中华巨轮要航行在天地间。这条船叫中国共产党号，百折不挠的驶向理想的彼岸。走吧。